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哎。我要喊这个有请大来宾，觉得喊错人了就。不是，我今天还在想啊，我说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呀？你自己算算吧。20年嘛，不用算吧。整整20年，对呀。20年前呢，我跟赵川呢，我们俩是当时北京的一个电视公司，同时呢招的主持人。他有才，他那个时候是主要主持人，我都属于是辅助主持人。你是那会儿你是他的绿叶子啊？对对对，啊，我们俩还正经没有搭过啊，搭过的。我们俩搭的特别少，少，我们俩搭的少，对，因为不搭嘛。不是，因为那会儿王鹏还是个小姑娘啊，好青涩啊，就是大家都说她是那个我们青春靓丽的代表。我们有那个特别帅的啊，孙宇，对吧？你跟孙宇搭的啊，我好像跟于波搭的比较多。对对对，波哥也很帅，对对，都是帅的才有资格跟他搭。不是，当时赵川呢还是头发很多，是，我现在头发不是，我现在也不少啊，很黑。对，你是说心很黑吗？哎，你看，这是我们2005哎，这个照片你还有啊？对，2005年左右的照片了。对，当时，这是我们那个公司的主持人。哎呀，你这一直都是身边一堆美女，对呀，受不了。三个美女围着你，凭什么呀？啊，你就不能往后边站站吗？嗯，你为什么非得钻在那中间那小洞里呢？不是，他们啊，挺好啊，这是我吗？对，那可不就是你啊？不像啊，不像。而且你好像刚哭过，是怎么？你喝酒喝完，刚喝完。哦，我以为是受到什么伤害。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我们都年轻，都我那时候还单身呢。然后呢，你好像也单身哈。对啊，对。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，但是一定不能少了4张这样的地图。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，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。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。当然，还少不了另外2张儿童知识地图、中国地图，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。世界地图呢，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、澳洲的袋鼠、南极洲的企鹅，超多的新奇事物。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、历史、发展更深入的了解，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，孩子一眼就能记住。地理学好了，语文、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。